华北电力大学第三餐厅，清真餐厅，第三台包子机试机。出来以后，你们主要是学，别老是按我们的小手串，能自己调尽量自己调，知道吗？什么？小了点。你一醒花他就他就玩，你比你小，你想象大一点，你面大一点。下来大一点，出来就大了。对。上面这儿脱了，然后出门儿我就。撑停那不用着，撑停就是说，它这是更快的速度。车型是速度，调的是速度，对。对，车型调的是整机的速度。整机的速度。对对。我这儿都能死在这儿。对，你这个速度就不用问，你就这个速度一步就忙了。你们几个人帮我看，再来一个盘子，再来个盘子。张师傅上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包子机技术。你看这包子做的多漂亮，会了吗？不复杂吧？哎，你看听人觉得。哎，不复杂，不复杂。好，我们靠楼听人了。好，结了。行。耶，刚明儿你不来。看一下这包子里面的馅儿。包皮大馅儿，还有褶。真漂亮 ，beautiful。下一步该是清洁的。对，下边就开始教你。教清洁的。行了，教你怎么去清理它。你说这包子还不行？那听。